好，欢迎收看数学很简单，我是张老师。那今天晚上我们要上的是国二的数学，目前的进度呢是等差级数的历届试题哦。好，那个音量 OK 吗？好，可以。好，好，那我们看那个讲义的第45页，我们今天尝试看能把那个历届试题把它上完哦。因为上完之后呢，是康轩版吧，它有个等比级数哦。那这一次没有安排到，但是我老师会在做讲义跟做教学，所以在下周一礼拜五没上课哦，因为礼拜五老师有事情就没上课。然后礼拜一的时候我们会教那个等比数列哦，所以你等比数列、等比中项，什么叫等比第n项，你不会的话没关系哦。下礼拜一我们会做教学，然后接着我们就会上下个章节。那关于那个等比的部分的话，如果你有买那个下一次讲义，我就把那个等比级数的资料直接附进去。我们就没有再另外再收费啊。好，我们看那个来，等差数、等差级数，在45页的第一题哦。那题目说呢，已知 A1 加 A2 加到 A31 跟 B1 加 B2 加到 B31， 它都是等差级数。何为等差级数？它是等差数列，然后全部累加，就称之为等差级数。然后而且呢，他说这两个都共都有31项。其中呢 ,A2 加 A 加 B30,A2 加 B30 是 29,A30 加 B2 是负 9, 问你说这两个等差级数的和相加结果是多少。有时候我们题目这样子看哦，那就很无法去理解它到底出什么东西哦，你就把题目整理一下哦。像那第一题哦。他是说呢，这等差级数 ,A1 加 A2,一直加嘛，然后最后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到什么去了？加到 A 31去了哈、哦、，A 30跟 A 31，他说全部就共31项嘛，对。另外一个是 B 系列的，它是 B 1加 B 2，然后一直加加加加加加，加到后面呢也是 B 30跟 B 31。那题目给的已知也很奇怪，很妙、哦，他说 A 2加 B30 是 29,A2 加 B30 等于 29, 再来是 A30 加 B2 会等于负 9, 诶有趣齁、哦、来 ,A2 加 B30 是 29,A30 加 B2 又是负 9, 那问你说这两个等差级数他们的和相加是多少？就是这两个等差级数的和相加，也就是说，他是要求这个 A 的等差级数总和跟 B 的总和两个加起来，看答案多少，对不对？怎么这样出？好来，既然这样出，我们再看这边的哈，他给这个，对不对？给这个好不好用？哎，好用了，你看哦 ，A 2跟 B 30。A 30跟 B 2，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 ？A 2 A 30 B 2 B 30，有没有？所以怎么做呢？我就把这两个先相加，把它加起来。好，你看啊、哦、，A 2加 A 30，就全部这两个相加哈，这两个相加变什么结果？我把它整理一下，它变成了 A 2加 A 30，再加上 B 2先写好了，再加 B 30，就会等于什么？二九加负九，二九加负九是二十嘛，对，等于二十哦。啊，写到这边的时候，你就想了哦，诶，这边很可疑哦，对不对 ？A 二加 A 三十是什么东西？对吧？我们学等差中项，对不对？你看哦，这两个的等差中项是谁？那、啊、不就二加三十除二，二加三十叫三十二，三十二除二十六，它的等差中项是十六，所以呢，这两数相加。等于中间两倍，等于等差中项两倍，所以等于两个 A16。这如果你忘记，我这样写给你看啊。比如说 ABC 乘等差，对不对？我们说 A 加 C 除2嘛 ，A 加 C 除2等于 B， 不是吗？对不对？换句话说，两边都乘2怎么样 ？A 加 B，A 加 C 就是 2B 啊，有没有 ？A 加 C 两个是等差中项两倍嘛，一样的道理啊。等差中项是 16, 这两数相加是两个 A16, 好、哦、这样 OK 齁、
那再看哦，那后面这个也可以这样子整理啊，对不对？所以呢 ，B2 加 B30 的等差中项啊，不就 B16？ 2加30 32除了变16啊，对。所以这两个相加是中间的两倍啊，所以两个 B16， 两个 B16 啊，然后等于20。接着我把它都除2，除2之后得到什么结果呢？得到这个结果 ，A16 加 B16 会等于10。要这干嘛哦？来，要这要干嘛？你再看哦，哪边叫 A16？ 我们把它标一下，哪边是 A16？ A1、A2、A3、A1 到后面 ，A 到中间的时候 A16， 对不对？那这边呢 ，B1、B2、B3、B 到中间 B16 嘛，对不对？那 A16、B16 有什么样的特别吗？你再注意看一次哦。一是首项，对，31是末项，一加31除2是不是16？哎，没错。所以这个 A16 呢，是整个等差数列的等差中项，它是 A1 跟 A31 的中项，也是 A2 跟 A30 的中项，也是 A3 跟 A29 的中项，有没有？中间等差中项啊、哦。所以这个就等于平均数咯，等于我说过嘛，等差中项的概念叫平均数。所以这两个相加的总和是10的话，那这两个又是整个平均数的位置，那有几个？从1开始 ,2,3,4,5,6 到31结束有31个。这31个平均是10哦，那总和多少？ 31 乘以 10, 就10乘31哦。所以答案是310。所以这两个等差数列的总和答案叫310。好，如果同学你这边看不懂再说一次哦。因为这两个都在中间的位置，对，中间位置。中间的等差中项就很像平均数的概念。所以这两个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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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两个加、哦，它的平均在这里啊，就是十。如果这个是十的话，平均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样加也十，这样加也十，叫平均嘛。哦，这有几个？有31个啊。所以十乘以31，答案就310。哦，所以第一题答案总和310。好，这样有没有问题啊？这是那个等差级数的第一题哦。好，再看那个第二题。第二题啊，题目说呢，甲乙两等差级数的首项都是六，首项都是六，甲乙的公差相等，然后呢，甲级数跟乙级数的和相差2/3，若比较，哦，看错字了，甲乙两第一个一开始那个念错了，它是甲乙两等差级数的项数都是六，不是首项都是六。首项都是六，后面又问这个什么谁首项答，那不是有问题哦？是我刚刚念错了，再来一次哦。甲乙两等差级数的项数都是六，就甲有六项，乙也六项，那甲乙的公差相等，所以甲跟乙的公差相等，而且呢，甲级数就是说甲的公差跟乙的公差是一样的答案啦，叫甲乙公差都相等哦。那甲级数的和跟乙级数的和相差2/3，若甲乙的首项较小的首项是一，那较大的首项是多少？它一共是六项，对不对？然后呢，又说甲级数的和跟乙级数的和相差2/3，我们这样想象一下，好，第二题哦，它这有甲乙两个等差级数，对不对？一个是甲的。叫甲的全部加起来叫 S 甲了齁，那就六项齁。跟乙的做比较，减掉 S 乙的，你问说相差是相差多少？相差2/3，对不对？欸，那你这两个级数的差都公差都相同齁，它的总和却差了2/3，有六项。我就把这个2/3去分摊到六项去嘛。因为它的六项就差整个六项的累计会差2/3，那每一项会差多少？我就把这2/3去除以六，除以六等于怎么样？乘导数6/1。我们把它约分一下哦，约分之后变什么？变4/1，代表说它这两个等差级数，每一项都差4/1，有六项，所以乘以六之后，它会差2/3嘛？这懂意思吗？哈，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要除六？因为他们两个等差级数的总和就差2/3，
分摊到六项去，每一项会差四分之一，每一项差四分之一啊。他说甲乙的首项呢，比较小的首项是一，那另外一个首项多少？那就差四分之一啊。你说你比较小的首项是一，另外一个首项就跟他差四分之一啊，所以加四分之一就好了，叫做一又四分之一或四分之五哈。哎，答案选 A 好。关于这个问题啊，好，这个是那个第二题哦。好，如果没问题，我们就讲第三题了哈。好，第三题呢，他说呢有一个等差数列，前九项的和是54，147项的和又36，这等差数列的公差是多少？好嘞，其实这题很漂亮哦，你解法对就很漂亮，你解法不对就会花一点时间，但是一样可以解得出来哦。来，你看他题目的意思哦，这个等差级数呢，等差数列哈，前九项的和是54，前九项就 S9 嘛，哈 ，S9 啊，就什么意思？就是 A1 啊 ，A2 啊，一直加，有没有？加到 A9 啊，多少？题目说它是54，这我是故意写的，因为等一下比较解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大家先把它学起来。再来147项的和36，就第一项跟第四项跟第七项的和是36。好，我们当然找简单的先下手。它问公差是多少？你觉得这两个哪个比较简单整理啊？这个对，为什么？你看一加七是八，八除二不刚好是四，就是四啊，没有错。所以 A1 跟 A7 的等差中项那就是 A4。换句话说 ,A1 加 A7 会等于两个 A4 诶。没错吧，我们刚好学过这东西啊，等差中项怎么做的，项数相加除二。所以一加七除二是四，所以 A1 加 A7 除二会等于 A4。代表说这两个相加是中间的两倍嘛。等差中下两倍，两个 A4， 两个 A4 加一个 A4， 有时候我把 A1 跟 A7 换两个 A4 啊，两个 A4 加个 A4 几个 A4， 三个 A4， 好，所以三个 A4 会等于36，那 A4 答案多少 ？A4 答案12，哦，求出来了哈，那还不够啊，他要求的是公差多少，对不对？那我们再看哦，再看呢，这边的话 S9 叫前九项的总和。他说是54，前九项的总和是54。可是你看哦，这个是 A1， 这是 A9， 它的中间是谁？啊，叫 A5， 来 A5 哦 ，A5 为什么很关键？因为 A4 跟 A5 就差个公差，不是吗？所以我只要把 A5 求出来，我就有公差啦，对不对？所以就开始想，刚好用 A5 是它的等差中项，这等整个数列的等差中项等于是平均数的答案啊。所以 A5 答案多少？ A5 的答案就是这九个加起来是54，平均54除以9，所以答案就是6。所以 A5 答案是6，因为 A5 是整个数列等差中项，因为1加9除2也是5，2加8除2也是5，3加7除2还是5，所以这 A5 是整个等差级数的中间项，也是平均数的答案。所以54除以9，答案就是6。那你再看哦 ,A4 叫 12,A5 是 6, 那公差多少？有的说公差答案是 6, 你就功亏一篑，对不对？公差多少，再看一次，公差怎么做？后减前，谁是后？ A5 是后，谁前？ A4 叫前，后减前，没有，后项减前项 ,6 减掉 12, 对，答案是负 6, 好，所以选择是 A, 好。所以题目是不是简单？简单，但是要小心哦，不然就很容易写错哦。好，再来我们看那个下一题哦，再看那个第四题。第四题来哦，其实这边题目都不难啊哦，但是都是需要时间去消化它。你会发现一些题目都还蛮好玩的哦，没有你想那么难哦。但等差级数的题目，坦白说是比较跟等差数列相比是有比较难一些些啦，但是你想一想也没那么难哦。只要你把题目都稍稍品味过，细细读过之后，其实没有这么难，对不对？好，我们看那个第四题哦。第四题他这样说哦，他说从那个1到 99, 1到 99, 有49个偶数，你说不是50个偶数吗？那是1到100吧。1到100才分为50个奇数，50个偶数啊。
所以1到 99, 它就没有100嘛，所以只有少一个嘛。所以它有49个偶数，这样没错了齁。它有49个偶数。偶数就是 24680, 啊，最后到哪边结束啊，到98结束，因为它就没100啊，所以一共49个齁。它有49个偶数。49个偶数里面呢，它挑了48个。挑48个，他自己随便挑，挑就一个没有挑了，一个没有挑，其他全挑了齁，挑48个偶数。那平均是 49/5。这是48个的偶数哦。48个的偶数。我写个偶就好了。这有48个他任选的，相加之后总和 49/12。那问你说未取的数字为多少？啊，这个时候呢很容易做，怎么做呢？其实齁，这48个相加是这个答案，对不对？48个的平均这个答案了，平均这个答案。那这48个的总和就有了嘛，因为平均数乘以48变它的总和。我就用那个49个偶数的总和扣掉48个的这个总和，答案就是那个漏掉的啦，对不对？就是没有挑的那个偶数。好，这样概念有吗？所以我们先找什么？先找1加2加，一直加到98，齁。一加二，不一加，不是一啦，它是连续偶数，什么一哦？二开始哦，24680啊，连续的偶数，疯了，怎么写一呢？它是2+4+6，一直加，最后加到是98哦，没有到100，因为就没100，所以才49个嘛哦。好，所以用什么题型公式？上底二，下底48，那98了哈。哦，奇怪，中邪了，上底二。下底98乘以高，高有几个？题目说49个偶数嘛，对不对？所以乘以49再除2，那把它算出来齁。那98加2 100， 100乘49再除2，算100先除2啊， 100除2是50哦，算50乘49， 50乘49答案多少？ 0 5945近42450，好，所以这49个偶数相加是2450，我再扣掉到48个的总和，对。好，所以我们现在解什么呢？我们要解这个48个平均49又12/5，这是48个的总和多少？所以要写48个所以乘上平均数49又12/5，好不好乘？好难乘，对不对？48乘49就很想逃避现实，不想乘它了。那怎么办呢？换个方式来解好了。这个还差多少变 50？ 差12/7，有没有？它加12/7就进位变50啊。所以我就用这样写哦，48去乘上50减掉12/7。我的目的只是不想去算那个48乘49了，因为我觉得不好乘哦，所以把它改一下，50用50去改它，就这两个减完变它嘛，哦，是一样的意思哦。好，开始呢，利用乘法对减法的分配率哦，顺便复习一下了。48乘50答案多少？2400，对吧？齁，对，齁，48乘12/7呢，你要行约分哦，12跟48约分不就是 4,4728， 2400减28多少？2372，齁，对，齁，2372。那他问你说他差个偶数，那我就把那个49个的偶数的总和是2450，这48个的偶数总和是2372，互减就是那个没加那个偶数啊，所以用2450减到2372齁。2450减2372。这个心算可不可以？不行，我也不行啊。2450减掉2372，我一定要笔算啊，心算我也没办法嘞。好，开始减了齁。不够减就跟他借啊齁。这要借一借借到10啊，这边都4齁。10减28又不够减再跟他借边3齁。因为14减掉78。哦，所以呢他漏了那个偶数呢叫做78。哦，所以答案选这个。哦，这是第四题哦。诶，这样有没有问题？第五题呢，老师没 OK 哦。好，第五题要说哦。那个表演台呢一共有15排的座位。其中呢第一排有30个位置。之后呢每一排都比前面一排多两个座位。某校有1到25班。每班20个人。他按照以下的方式安排学生入座，怎么安排呢？就是按照班级的先后顺序，从先排第一班，第一班坐完排第二班，每班20个人哦。
然后呢，第二个是说前排的座位都排满之后，才换下一班去补位置。然后问你说哪一班的学生全部都刚好坐在第八排？啊、哦，好，那这题目的话呢，我把那个座位图画一下了。它这个是这个是第五题哦，在它的表演台在这里哦，然后它的位置呢是很大的一个演讲厅嘛，对不对？这很多位置啊，它就不画出来了哈、哦。像这第一排呢，这第一排有几个位置啊？30个位置啊、哦。再来是第二排，它也这样排啊、哦。排过来之后，他说每一排都多两个位置，32个位置。在第三排就一直排，排，排到这边，他会有34个位置，以此类推，有没有？就是这是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一直到哪边？到第八排啊、哦。好，这是第一排啦，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五六七八，到第八排。然后说第八排的话呢，哪一班可以刚好把它坐满？他怎么做的？因为每班是20个人。所以看第一排30个位置，第一班就坐20个位置，坐完之后还有10个位置，换第二班去坐。第二班坐完这10个位置，他第二班有20个人嘛，就挤到第二排去了，前面这10个位置。好，这懂意思吗？以此类推哈。那我就想了、啊，他既然问的是那个第八排，第八排哪一班全部都坐在第八排？那我先求那个。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到第八排的总和叫 S8 啊、哦、，S8 就是一到八排全部加起来啊、哦。那我们的首项就是30啊，而公差就2嘛，对不对？那没有末项，我就套那个公式2啊、哦，2分之n 乘2a1 加n-1乘d， 同学熟悉哈、哦，所以是2分之8乘上2个 a1， 2乘以30，再加上 n-1， 那就8-1。乘以公差2，我们把它算出来哈、哦，看它到底有几个位置哦，就是这八排前八排到底几个位置？2乘30变60，60再加上8-1是7，72是14，60加14，74，74又乘到二根可以二根八月份哈、哦，212，248，所以变成是4去乘多少？74。4×7呢？4×4=16，近一，4×7=28，296。哦，所以呢，这八排一共有是296个位置啊，296个位置，每班是20人，那我就把296除20啊，哈、哦，所以296除20，除20是一，20，96，4，相减16，也就是说哈。你这个第20排的时候呢，排到第14班，还剩16个位置。那问题是，他够排这个20个，因为每一班20个人嘛，哦，14班哦，14班的时候排到14班，还没有排完296个，还有16个位置。所以说我很在意说，那第八排到底几个座位嘛，对不对？要确认一下答案哦，所以要求 A8， 确认一下 A8 的结果。A8 哈 ，A8 带公式啊，那就 a1 加 n-1乘 d， a1 是30啊，再加上 n-1就7-1，8-1是7哦，公差是2，7×24加30，44。你看啊、哦，第八排有44个位置，后面有16个是14班做完之后，14班去做了之后还有16个位置，你往前推它够不够做？44扣掉16，44扣16。这边是8 28，哎，有时候14班的话呢，会从前面的12345678开始排起，有没有？因为他的全班20个人嘛，后面16个是别班的，是15班的，所以这个14班的话呢，可以坐满这个第八排没问题啊、哦，因为他还够坐啊、哦，所以答案选的是14班啊、哦，选的是 C。好、哦，关于这第五题有没有问题？这排座位的问题。好，再看那个第七，哦不，第六题啊，快来快。第六题呢，他说要求这个等差级数的和，这看起来就是一个小题目啊，这题目本身不难啊，这有点像我们的那个回家作业一样，就很简单的，同学都一定可以做得出来的啊。来看那第六题，等差级数呢，他求的是
4加7加10加到100。第六题了。4加7加10一直加加到100。好，加到100之后呢，它的总和是多少，对不对？就这样子而已啊，它就是很单纯的问总和而已。那这边我们就关心那个项数到底有几项，因为你现在怎么样，你现在知道首项知道末项，可是你没有高没有项数啊。要求项数怎么求？用末项减首项除公差加一，有没有 N 项数？ N 怎么求？末项100减首项4，公差都是3、哦、7减4 10减7都3，除以3之后加1、哦、末项减首项除公差加1，100减4 96，96去除以3 32 32加1变33，所以一共会有33项、哦、好，再来呢，我们就用梯形公式啦，用那个上底4下底100乘以高，一共33项，再除2、哦、那4加100就104，104除2 52，所以52乘33，52乘33答案多少？326355156加起来6171716、哦、所以答案选的是 C、哦、这是第六题。好，再来我们看那个第七题啊、哦。好，第七呢，这一题呢，它是说如图，有若干位学生在排出正五边形的队形，它由内而外，然后呢排出了六圈，而且呢它的学生人数呢刚好排完，就排六圈了哦。已知最内圈的每边有三个人，往外每边增加两个人，由内而外。比如说我先把画一下这个图比较有概念。它有图啦，只是我们黑板没有图。第七题哦，它是个正五边形的排法。一开始是都三个人的，排出一个正五边形。哦，这样正五边形。有正吗？有啦齁、哦。啊，不管了，这样正五边形哦。像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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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五边形哦。然后呢在下一圈的时候，在下一层哦，他说这是第一圈哦。第二圈的时候呢，每边是五个人，就每次加两个，所以三五七下去哦。五个人什么意思啊？这样子哦。就每边五个啊。我先画五边形哈，免得人家搭不起来。他是排正五边形。好，然后是变成是五个。五个哦，就一二三四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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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啊。他这样排，那意思越排越多哈、哦。他问你说，排了六圈，全部有几个人？要找规律啊，好来看哦。像这个话呢，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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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边都三个。可是你数一下几个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十个人。我们用算要怎么算、啊、它每边三个，有五个边，所以我们的算法应该是三乘五，没有错。可是有问题会重复数啊，你说一二三，数过了哈，又一个一二三，再数一次、啊，这已经数过了嘛，一二三又被重复数，所以会有说这五个顶点会被重复数，要扣掉五。三五十五，十五扣五当然是十，所以内圈的第一圈是十个人。你看下一圈哦，它是一二三四五，五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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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它是五乘五，可是也不对哦，会有重复数，也是顶点就被重复数嘛。一二三四五，这边五啦，又重复数一二，因为它被重复数了啊、哦，所以要扣掉五个顶点被重复数。二十五扣五，二十，哎，它是按照什么规律啊？他说每次多两个，三五七，不然是七哦，七乘五减五，也是一样，它有规律嘛。每边排七个，五个边乘五，顶点会重复数扣五，七五三五，三五扣五变三十，所以它是有规律的哦。你的内圈第一圈是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到六十，对。所以他问你说，这个全部学生有几个人？那就很容易啦，累加。第一圈十个，第二圈二十，再三十，最后呢，第六圈是六十，它的总和多少？
用梯形公式，上底十，下底六十，乘以高六圈哦，乘六，再除二，对，二跟六月分之后答案三，三乘以七十，两百一哦，所以全部210人。好，这样有没有问题？这是那个第七题啊，要求那个每个学生排排站之后的人数有多少啊？好，再看那个第八题啊。哎，我今天可以把它题目讲完呢，都把这个讲完之后，我们就安排下礼拜一来教等比啊，等比数列，等比数列目前我看到好像只有康轩版在排，我翰林版没看到哎，是不是？确定一下吧，我觉得翰林跟南英我没看到这个章节。他到底把它塞哪边去了？照理说康轩有教的，每个版本都会教啊，不会只有康轩一个人这边单独教等比级数、等比数列哦。可是我看其他版本都没看到，超级诡异的。好，看那个第八题哦。第八题呢，它题目是铺瓷砖啊，我简单化好吧，因为这题哦，这题有点复杂，图画的复杂了，题目不会复杂，是图画起来。我没有办法画那么仔细啊。这个是楼梯的侧面，那每一个楼梯侧面呢，它都给它铺了四块瓷砖，就再分割一次啦，就四块嘛。所以这边又四块，所以这边是四块哦，啊这边是八块哦，对，啊这边几块，这边就十二块，有没有？十二块瓷砖哈，就以此类推往下铺哦。所以第一阶铺四块，第二阶八块，第三阶十二块，到最后全部铺了几个瓷砖？112个瓷砖，什么叫瓷砖？就这个啊、哦，这个算一个啊、哦，这算一个，这算一个，这算一个，再就四个啊、哦。然后呢，这边全部铺了100砖，112块瓷砖，112块瓷砖。可是你看我们这一，我们每一阶哈、哦，这一阶，它后面一共几阶啊？这一阶都四个嘛，对，四个瓷砖，这个也四个啊，啊，这个也四个啊，对。那我就直接把那一二先除以四好了。那除以4之后多少？ 428,4832。代表说28个这种东西啊，一个、两个、加三个，对。就是说是1加2加 3, 加到多少的时候会变成 28? 我要求他问几阶嘛，问像素啊，然后问这 n 多少啊，就1加2加 3, 加到什么就变 28? 这种题目有时候坦白说数字也不是很大，慢慢加也可以哦。那我们现在不要那么怂了，我们就套公式好了。套那个等差级数公式啊，就是没有默向的公式，第二个二分之 n 乘2a1 加 n 减一乘 d， 有没有？所以呢，它是有 n 项嘛， n 就 n 阶，我不知道几阶哦。所以二分之 n 个楼梯 n 阶乘上 2a1 2乘一，再加上 n 减一 ，n 是未知数啊，公差也是一，然后加起来答案是28。好，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啊、哦，第一个。去分母，两边都乘二，乘二之后变56，对。好，这边要做整理哦，它是212哦。然后拆括号呢，这拆括有拆跟没拆一样嘛，因为乘一啊，所以是 n 减一的。那拆括号咯 ，n 乘上 n，n 平方，写这里哦 ，n 平方。二减一是一，一又乘到 n， 加 n， 56往前移哦，减56等于0。马上可以使用那个十字交乘法，对不对？所以看哦，56怎么放？哎，8756，相减扣到1嘛，所以这是8跟 7，n 跟 n 哦。好，再来符号怎么给？很重要哦。这边负的叫一正一负一号，这边用正的，看哦，那斜斜的乘哦，最大的给正，这样绝对不会错了。这个正，这个负，好，所以它是 n 加8乘 n 减 7， 展开变成一个，也就是 n 加8乘上 n 减 7， 会等于 0。n 的解多少？负8或者是7，我们像素哪里有负的啊，就不合了啊、哦、所以答案就7啊、哦、所以会有7阶。比如说它是这样 ,1, 这第一阶，这第二阶，第三阶是1加2加 3, 我们加到像素是7项嘛，所以它一共会有7个阶梯哦。所以它是一共有几阶啊，答案叫7阶、哦、这是第八题哦。好，这边有问题。还有一题要把它讲完好了哦。就剩这一题把它留着，很奇怪。很孤单的一题了，把它上完好了。好，那看那个讲义的最后一页的第48题哦。那他说他买了一包宣纸在练习书法，
每星期一写一张，星期二写两张，星期三写三张，星期四写四张，星期五五张，星期六六张，星期七就七张，没有星期八，不然就要写八张了。所以他最多就写七张啊。他说某年的五月一日开始起练习书法，五月三十日结束的时候呢，他累积的宣纸张数超过120张。那问你说，五月三十号的这一天可能为星期几？请求出所有可能的答案，并说明的理由。好，哎呦，第二题哦，感觉来势汹汹的。我们先把它整理一下，一二三四五六日哈。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规律哈。有时候题目在想的时候，怎么去处理它？它这个呢，五月三十日啊。假设我们就刚好那么巧，五月一号礼拜一哈，五月二号礼拜二，这样排下去。我们看到什么结果？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四。好，所以你看啊，我们先分析题目的意思，我们再来去想我们怎么去写比较顺手。像这个呢，假设五月一号就礼拜一，五月三十就变礼拜二去了。他说礼拜一写一张，礼拜二写两张，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边会有怎么样，会有完整的四个周，对不对？完整四周没错吧，就这个，这样完整四个周。这完整的四周你注意看哦，他一共写了几张，这可以算，怎么算呢？礼拜一就一张啊，礼拜二二张，礼拜三三张，加到后来呢，礼拜七就七张，对，这边一加到七，但是我四周都一样的，乘以四，看总和多少。好，用梯形公式哦，上底是一，下底是七，乘以高七个，除二，不要忘记还要乘四哦。那个乘四是因为有四周啦哦，二跟四约分是二哦，那前面叫互乘多少？八、七、五十六，五六乘二112，也就是说呢，这四周就写了112张哦，还剩两天还没有写，对。他说他写超过了120张，120张，我这边已经有112张，120减到112等于8，比如说呢，这两天相加要超过8张以上才会说超过120嘛，对不对？比如说我日期都往后延了，这如果往后延一天的话，从这边写1好了，123，那这个时候28就跑到这边来了，对不对？也是完整的四周，你有没有注意到变成这个意思哦？如果这边写一好了，这边写二，这时候28会跑到这边来啊，不是吗？变礼拜一去，那也是一个完整的四周啊，变成礼拜二开始啊，有没有？这样循环到这边刚好结束，也是完整的四周。所以这四周112是基本量，是后面那两天相加超过八张，相加超过八张，你看啊，我们是他是说29号跟30号这两天，对不对？相加要超过八张。好，这个时候第一个我们看到他答案哦。这两天哦，比如说我们刚刚说一二一加二就三，不行嘛，太少了哦。二三呢，三四呢，四五呢，五六呢，六七呢，那七一呢，七一也可以考虑啊，对。好，这礼拜天跟礼拜一哦。因为我们说呢，这两天相加它必须要大过八，一加二没有超过八。小于八，对，这呢小于八，小于八，小于八，只有到这边的四加五，可以哦，四加五答案是不是九？大过八，五加六十一，大过八，六加七十三，大过八，七加一刚好是八，不行，要超过八，因为超过120张以上，所以呢，你会发现三十号的这一天可能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啊。他问你说理由为什么可以这样写哦？所以五月三十号呢，可能星期几？答案是星期五、六日啊。五或六或日都可能让他的累加的张数超过120张以上啊。这样有没有问题？好。好。OK 啊，是在那个军医室吗？那我抽空去看一下，看你有什么问题哦。好，那我们就今天把那个历届题目刚好把那个八年级的课程目前等差数列级数都讲完，但是康轩版多了一个等比数列。
那等比数列的话呢，老师礼拜五因为没有上课，所以在下礼拜一的时候呢，我会教那个等比数列哦。那等比数列的教材会直接就附送在那个哦，在那个下一个单元的课程内容里面，也就不用再另外再买，我就把它附上去好了，好吧？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了哈，好，拜拜。